唔該。聽講前面有人跳樓喎，係咪啊？跳樓定墮樓就唔知啦。不過聽講係個女人嚟㗎，咁高跌落嚟啊，渣都冇得剩啦。婆。Nicky 翻嚟就啱啦，柳 Sir 你有咩问 Nicky 得噶啦？系佢签 Apple 翻嚟嘅，同埋佢未入行嗰阵时咧已经识 Apple 噶啦。邱太你好，我想问下你同死者 Apple 识咗几耐啊？我啱啱做 model 入行嘅时候咧，同佢系同一间 agent 嘅，一起行过下 catwalk， 叫做识得下咁咯。之前又喺 YNN 嘅新闻发布会度撞翻佢。後來就跟他公司旗下幾個妹妹仔簽了合約，算是工作上的 partner。 那另外你對於 Apple 的私生活知得多不多？ Apple 不是失足墮樓的嗎？你們警方懷疑他被人推下樓？我們警方暫時將這宗 case 列為一般墮樓身亡處理，兩位不需要那麼緊張。不好意思啊，關於 Apple 的私生活呢，我真的不多清楚。唔該曬，如果兩位第時突然間諗起啲乜，歡迎隨時揾我。呢張卡片。Thank you. Thank you. Call you. 邱太，唔好意思啊，想問多你一個問題。我睇過死者嘅手機記錄。在出事前一日，你曾經打過電話俾佢，唔知你同佢講過啲咩咧？都係一般咧，傾下啲 artist 嘅期啊，安排一下邊一個出席邊一個 function， 主要都係傾下公事。係咯 ，Apple 咧呢排都正正常常冇乜嘢啊。柳 Sir 你真係要查清楚。得 ，OK， 唔該曬你先，拜拜。我都先走。